欢迎收看股海老船长。台北股市今天，哎呀，真的被老船长昨天啊说中了。我说小心啊，太上老君急跌如令啊。哎呀，老船长，你这个乌鸦嘴啊，我们啊被你给害惨。哎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，我好心提醒你，对不对？你千万不可以这样子想啊，太没有人情味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哇，今天早上啊不得了啦，这个地方啊外资放大假，这个家里面没有大人的小鬼也当家，对不对？冲啊，不要怕啊，不会有卖压的，而且哦跌了这么多一定会反弹。结果怎么样？当然是追进去啊，追什么？追被动元件还有矽晶圆啊，这两大族群，对不对？赚这么多钱啊，跌这么深，我的老师啊告诉我绝地大反攻啊，再跌他还要大买啊，类似这种言论都是来自于啊大叔兄跟二叔兄，要不然就欧巴桑，诸如此类的货色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就是义和团冲冲冲啊，刀枪不入，结果怎么样？咻嘣啊，果然啊急跌如令。所以我常常在讲，你不要用你主观的意识来判断这个盘，因为你已经啊输掉一栋房子了，可能你还在怎么样用你的感觉。你说老船长我没有，我是跟着我的老叔啊，那就对了嘛，他把你当猪脑袋嘛。讲了无数次了，怎么你还没有觉醒呢？对不对？那台北股市现在的趋势有改变吗？啊，根据我们啊神准的指标叫做洪船长操盘系统，对不对？你每天收看，每天跟我对坐，这个是加权指数，看清楚，对吧？昨天已经告诉你长短线都还在空方，那今天呢那继续啊，短线空头，长线也是空头。我说你要做多可以啊，不是说不行嘛。哦啊，这边哦，短线最起码先让它出现红船长，然后长线也出现，很好啊。啊，两个一起出现啊，好棒棒啊！啊，全力做多没问题啊。但是问题是现在有没有出现？你告诉老船长，干那没呢，那就对了嘛。所以打叉嘛。不要去抢短，因为你们正常的做都做不赢的，你还去抢短，是不是？那抢不好，结果今天的下场，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，一株一株来啊，不要急。国巨啊，大家先看啊，国巨2327没有错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哎，长短线今天还在空头架构，没有改变呢、啊。送你一只怎么样大黑棒哦。那么今天追进去国巨的人收盘之后以泪洗面了，没有错吧？哦，早上当然是追啊，不用讲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一定要反弹的哦。结果呢，老船长讲的急跌如令，哎呀，那个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老船长啊，不理他，追进去，等一下国巨可能就要拉涨停锁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嘎空啊，嘎到外太空，果然是嘎到琳达空啊。结果怎么样？咻嘣，摔死，收最低。那明天怎么样？不管你今天收盘之后你的心情如何，你刷存折是否迈向归零高之路，这是国巨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的难兄难弟6488啊，环球金啊，环球金也是一样啊，一早也是开高，哇，真的很神勇啊，对不对？老船长讲的话耳边风啊，啊，不听不听不听啊，没关系啊，招待咻嘣啊，摔死，收最低啊。我告诉你哦，环球金哦还没有国巨恐怖哦。哎，老船长你不要吓我，我心脏不好。什么意思？大家知道12月快过完了，大股东都晓得啊，12月的营收啊会怎么样啊？你去看看前两个月国巨的营收暴衰退啊，万一12月还是如此，
那今天的下跌啊，只是开胃小菜，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呐、啊。哦，老船长，原来还有这种潜在的恐怖大利空啊！对，那日本股市今天也震荡的很厉害，早上很勇啊，哇，涨300多点，昨天跌1000多嘛，哦，早上涨300多，盘中一路杀到200点，跌倒跌200，我们收盘之后它又拉起来翻红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都已经哦。无力回天啊，就说你不要山上滚下来一颗大石头啊，你不要去挡啊，你等它真正怎么样滚到平地了，它晃个一阵子啊，你再去做多嘛，否则你是被压扁的，知道吗？哦，那老船长，今天晚上美国股市如何？我根本不关心啊，因为你已经快输光了嘛，你管它今天晚上美国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就算美国今天晚上涨2000点，跟你可能无关啊，因为你已经没有钱买了嘛。这个盘一定会反弹，什么时候弹哦？不知道，真的不晓得。你去看昨天的节目，大家都告诉你要反弹了，对不对？请你告诉我啊，你告诉老船长啊，请问今天有没有反弹啊？你现在回答我的话啊、哦，我现在给你看，你用哪一只眼睛看今天有反弹？哎，这个是哦啊，不好意思讲，还是老船长的哦，红船长操盘系统神准，我们要相信科学，相信人工智慧、电脑运算，对吧？好、哦，另外我们再来看，哦，这一档8436啊、哦，叫大江啊、哦，在看大江之前，我提醒你哦，那个一直告诉你他还要再大买的啊、哦，被动元件怎么跌，他还要大买的，那欧巴桑，你们真的要小心了。会员早就流血断头啊，输到死啊，对不对？他还在表演啊，各种方法义和团在骗啊，这个地方你们不要怕，他当然叫你们不要怕，因为他不会怕，输的是你啊。哎，你口袋的钱输掉你会怕？会啊，不是输他，哎，他会费已经骗到口袋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哦，人在做天在看，锁定我的频道啊，请你发出去给你的朋友，你有没有做这件事？那你的朋友今天输得很惨，你旁边笑得很开心，哈哈，我就是啊，不给你看老船长的频道，哎，那你这种心地不好啊，老天爷会知道啊，把我的视频传给需要帮助的人，好不好？那这一档是大江，大江是什么？生技股啊，龙头之一的哈、啊，也是一样，开高之后 ，biu 嘣啊，收最低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那我们来看看。我们的操盘系统哦，大疆现在什么状况？你看得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大疆在3天前，请你注意哦，3天前短线翻空打叉，你就不能够做多了。它今天长线翻空不管，我说过，只要你看到两个，有一个是绿船长啊，有安装的朋友注意哦，你就不能够买这个股票了啊。你在这一天呢，你就知道不能买，你偏要买就是 biu 嘣啊，摔死。那大疆也是欧巴桑表演的股票啊，生技股好棒棒啊，都是他在讲啊，会员都输死，对不对啊？那我说过了，你自己不要乱抢反弹啊，去做多。我再举一档股票给大家看一看，叫做3527啊，叫做什么巨基啊，这个什么哇 ，5G 概念股啊，对啊，好盖啊，哇，冲啊，对不对？不要理老船长，我的老师说 5G 概念股这是属于 IC 设计的，摔死，收最低啊，对不对？那我说过你要做多可不可以，你要抢短当冲可不可以，只要你有安装红船长操盘系统，你安装了没我不知道啊、哦，请你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情境点下去有没有好轻松啊、哦，手指头啊按一按啊、哦，1000几百档了、哦、改换红色的、哦、1000几百档，我们选出来怎么样？才几档？这里面找那个比较有量的名门正派、哦、第一档红旗、哦、我们就来看，没有关系。第一档、哦、红旗、哦、早上、哦、请你注意、哦、这边、哦、出现买进红旗的讯号、哦、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说过你就买进去嘛，买进去之后，哇，涨停锁干嘛？嘎掉。因为老船长每天交代，对，这是空头市场，所以要赚快钱。我写了几天呢、啊？你有没有在看呢、啊？
哦，然后呢，赚完呢就放到怎么样口袋，好过个肥年啊。大盘摔得半死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股票开什么玩笑？除了红旗之外啊，信国也涨停，大略也涨停，才几档哎，对不对？你把那个量很少的啊，不是名门正派的啊，很冷门的删掉，你几乎去买都嘎涨停锁，那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？还是呢，你呢非要去当冲啊？听你的老师啊，被动元件再跌，我还要再大买啊，早上可能又叫你买进去了，收盘挂掉啊。那我现在要讲另外一个重点，因为我被动元件跟矽晶圆看到很多投顾老师测标写很久，今天他们都可能昨天就拿下来，不敢放在上面啊，因为骗完了嘛，会费骗到口袋的嘛，就矽晶圆国巨对不对啊，这个被动元件都在跌嘛，环球晶啊怎么办呢？测标悄悄拿掉，他们这一阵子骗说要买 5G 啊，把你当作是 G 嘛，买 5G 哎，结果呢你一买就挂掉啊。今天请你注意，我先给你看一样东西，麻烦所有的观众一定要注意看啊，老船长很少会这样子的。好，你现在看到了哈，我呢在啊，请你注意啊，你真的要非常注意，如果你已经输到脱裤的朋友啊，哎呦这个怎么临时秀懂了，哎呀真讨厌啊，不管了啊，你现在看到哈，我这个是不公开的，不公开哦，不公开是什么意思？你们现在看我的视频，要么在 YouTube， 要么在运通啊，要么在中华财经啊、哦，它的网络平台来看我的节目，对不对？比如你现在怎么看到我的节目，你心里很清楚啊、哦。但是我告诉你哦，啊、哦， 2019年，请你注意哦，就是明年，再过几天就是明年，明年呢、哦？我想现在叫你买 5G 的老师哦，都害死你啊！他怕你输不够被动元件、矽晶圆啊，什么 MOSFET 的啊，他怕你什么什么亮晶晶啊，什么这个晶那个晶，他怕你输的不够惨啊，他叫你去怎么样？哎，今年就赶快买 5G 啊！现在你已经套了跟 G 一样，对不对啊？老船长告诉你啊，2019年你才可以买 5G 的股票。在买之前你要了解什么叫做 5G 整体的概念，全市场只有我有这个能力分析给你听啊。然后呢我会告诉你哪几只，你要注意哦，因为 5G 相关的个股啊少说几百档，听得懂吗？几百只哦，神经病都买啊，不是啊，抓重点的几只，听清楚哦。然后呢请你注意哦，今天呢是26号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是怎么样？28号哦，星期五啊，星期五的晚上呢，我们呢会用 LINE 啊传送给你，也就是说你在网络上是看不到这个不公开的线上实战的教学。我不但教你怎么样是叫做 5G， 还告诉你怎么操作，然后什么时候买，买什么股票。哇，这个全市场只有我做得到啊！因为现在全市场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挂在 5G 里面了，我讲的对不对？根本是胡搞瞎搞，现在当然不能够买 5G 啊，啊，要买是明年。那什么原因呢？我会在这个不公开的线上实战教学来告诉各位，所以你今天很重要，你必须要打8101、啊、请你注意哦，你必须要打8101-0630或者是填表，我们知道你之后，我们才有办法呢用你的 LINE。 请你注意哦，我们是用你的 LINE， 比如说每一个人手机 啊都有自己的 LINE， 对不对？我的助理啊会把这个影片啊线上实战教学，我28号啊12月28号在晚上之前会请我的助理传到你的手机啊，你到线上 YouTube 你是找不到的，那你只要把你的 LINE 打开来你就会看到。那老船长为什么不公开？当然不公开啊，这么精彩的内容啊，全市场我再讲一次，你还相信谁讲 5G？ 现在带你买的全部挂掉，他把你当猪脑袋，把你当 G 嘛，对不对？你还相信他？我告诉你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一直都不跟你们讲 5G，
因为要买的时间没有到啊，我会告诉你原因为何。所以今天这一集你看到了，你要赶快哦，今天26号、27号、28号，我26、27、28这三天，我开放你打电话进来登记，开放你填表单。好，我们有办法联络到你的时候，加 LINE 我们会私讯传给你哦。所以说你不要期待我会把它上传到 YouTube， 然后你可以从 YouTube 看，不可能。那老船长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 5G 的这个区块就是你啊，过去输到这么多，你要翻身。注意啊，明年只有靠 5G 翻身啊，你明年什么要靠被动元件、矽晶圆，那个明年衰退更惨啊，你不要去碰，明年成长会很大的。我暗示你一下，就是 5G。 所以你要靠 5G 翻身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？赶快今天打电话进来填表单。我的节目哈，已经尽量做到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，你会费是交给别的老师没关系，他糟蹋你啊，侮辱你，把你当猪脑袋啊，节目上每天还在大赚，还在骗你，心里面在淌血。我知道啊，谁是你的朋友，你现在应该要搞得很清楚了。所以今天这一集请你啊，做善事啊，传出去，让你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来听我的线上实战教学，而且哦，是传到你私人的手机。那么你在明年这一年，你随时把影片都还可以叫出来看，还可以复习。然后呢，你每天再锁定我的节目，我会呢三不五时的啊，在明年这些股票，我会用我的洪船长操盘系统来怎么样暗示你一下。那这样子，明年一整年，你才能够把你过去2018输的钱啊，对不起，输的钱全部赚回来啊！这是老船长的新的一年啊，一个最大的计划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怎么样？今天打电话进来，还有填 QR code， 不公开，绝对不公开，因为我只愿意让我所有的铁粉啊，我真正的粉丝，让你们能够东山再起，赚大钱。至于那种哈，只是走马看花，看我的节目看好玩的，甚至看好笑的啊，不是我的铁粉，我利用这种啊，稍微多一道手续啊，他们就看不到了啊。也刚好我要保护我自己的铁粉，也要怎么样让我自己的铁粉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跟好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五，如果到了28号之前哦，我晚上会传出去，对不对？用 LINE 传出去。你还没有打电话进来或是填 QR code 的，3、2、1，很抱歉，我们就不会再传给你了，开始拨打。